街上我揍他。没错，你要去杀他。斗不过。他们会不会在里面打起来呀？你说这姑娘家家里啊，话又多，事儿又多，姑娘接触，要不你试试？择偶一小生，推牌九啊。女人好可怕啊，吐狗血了。以为我是你，回来不回来我不管，反正我现在手疼。那怎么办呢？要是能放点银子就不疼了。就是这样，怎么斗得过那弹珠的狐狸？有点银子就能斗得过。